落亞洲咗。啊，咁佢先至樂意教下我啫嘛。啊，我就唔使使咩錢，係日日俾兩包煙呢個食。啊，嗰陣嗰啲咩白雀牌嘅煙仔啊，夜晚咧飲茶。咁啊，阿姚記、阿姚才、兩仔爺，有時阿阮老揸又嚟，於其山一個月嚟一次兩次到啦。嗰陣咧，阿葉文啊。他由1950年嗰只嚟香港嘅嘛，四幾年嗰幾抽大煙同埋阮老渣阿姚才啊，個個都抽大煙噶，都有啲對面咪長生船咯。第一間嗰間廚堂嚟噶，咁啊我做僆仔啊，師傅瞓喺張牀度，我就瞓喺張牀板度，佢哋傾冇信，我就聽。咁啊，姚才嗰只出啊！就話叫做張飛打就200斤餅啊，對方啊，嗰只卒咧就紅色噶，佢又買通嗰個做大草啊，點解知個大草個正綁口針啊，綁個針喺條須嗰度啊，嗰啲佢成扎啲老鼠須嚟噶嘛，咁啊佢又唔知係咪心急嗰頭定益咩啊，咁啊將條鬚啦，一吉吉就去搖財嗰啲卒嗰度，一吉成隻戚幾咗佢，啊，咁啊搖財點啊？一手拉佢衫口，一戚成個戚幾佢，嚇鬼到佢啊！即刻馬上求饒，咁啊有份賣嗰啲人唔得，搖財一定要佢賠。嚇、啊！唔定只邊一個人都好，啊、一定要佢賠。咁啊，結果咧就擺酒擺和頭酒。阮老渣啊，嗰兩個徒弟阿黃老精、阿黃老精啊，同埋呢個岑林，個岑林個名叫藍頸林，又叫酒仙。佢同埋師傅同埋煙道渣去飲茶，同埋我師傅，佢又唔食嘢，飲杯水，可能我走先啦，我走先啦，即係佢冇時間，冇時間咪走先啦，所以叫走先啦。黃哥精靈幾叻噶，學得好好噶，個人幾高大噶，佢又練得幾好噶，我聽下煙道渣講，我話佢玩得幾好。说实在，刨花莲、刨花达啫。刨花莲，佢叫捞达生啦，系、有啲叫刨花达，佢嗰档摊咧，佢响边度啊？喺公正路嘅啫嘛，即系你买一个仙，佢又咁样啊刨刨几条俾我哋，你翻去浸水，浸到好多胶啦，咁咪将佢梳计梳边。啊，您是在这结婚？这是结婚生儿子的。以前啊，啊早前发的，响边度左右靠噶啦，靠过噶啦。快建行啊！啊，嗱，年年喺度。佢以前咧咏春就不出门噶，唔系立院教人噶，啊。咁我跟阿姚才學嗰陣啊，的啲火水燈，點知火水燈去屋企嗰度，閂埋道門，嗰啲門罅咧仲要俾件床板啊遮住噶，唔俾人睇噶，啊，咁啊正好都喺度練噶，個鐘就鋸啲竹噶，鋸啲竹綁咗響嗰條木嗰頭，練完咧。就拆翻開佢，就算你啲人去查咧，查唔到噶。有碌木咁棟咗響度啫嘛，唔係棟棚響度啊。都有幾大？即一碌嗰啲撐咯，咁粗到嘅啫，估計啊，估計係咁粗到嘅啫。咁係種嘅桌啊，係種喺？唔係，棟咗響個天井嗰度。
性，即係個掛本通性啊，咁咧就特包釘掛起佢，咁啊將佢響個鏈，咁啊當打沙包，就咁解，好簡單嗰陣。有都有，有啲藥方，咁啊捽下啲手啊，有時打到腫咗啲手啊，咁咪捽下，嗰啲有。咁啊，我哋學嗰陣好辛苦噶，咁啊之後啦就都解放啊嘛。